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41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魔方推出的雷龙，那么它是恐龙金刚当中的第二款玩具了，个人期待还是比较高。首先呢，虽然是个小比例玩具，但是它其实也跟官方的 Deluxe 等级是完全同等级的身高了，拿在手上呢也是比较沉重的啊，非常非常的有分量。那全身的关节的话呢，可能勉强来说就是腰部这个地方啊会稍微有点松弛，但是也不至于说到非常的严重了啊，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把玩起来的体验还算可以，但是呢最后的变形的时候呢，就诚如这种互相咬合的这种这种设计这种结构啊，这种尼龙材质才能够把玩的才能够用得上的这一种设计感啊，在这款玩具的话呢可以说是发挥到一个极致了啊。那我们先看一下吧，它的一个配件的话呢有一把大枪，这个大枪的话呢在这个地方还做出了一个凹槽啊，以便呢我们能够啊跟这个容纳下这个尖刺的部分，那没有能够发射子弹啊，看上去有点可惜啊。其实讲到这个发射子弹啊，现在的玩具已经都不重视这个了。那么还有一把枪啊，还有一把剑啊，睁眼说瞎话对吧。那这个剑的话呢握上去之后啊，这个也有经过一个剑柄，也有刚好设计到啊，是可以做一个正常的转动的。它有附带一些替换手，但这个替换手我自己觉得有点娘炮，而且这个替换上呢不是很好替换啊。我举个例子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这个手臂啊，我们将这个武器给拿下来，这边拽过来之后啊，是这个球形关节，你必须把它给整个拽下来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拽这个有点辛苦，所以我们就不特别把它做一个替换，各位知道就行了。那最后一个配件就是非常精美的人物卡啊，也是一个硬的一个材质。那我们来看一下玩具的一些细节。面雕做的有点憨厚啊，那眼珠子的话呢是一个比较深蓝色，但涂的不是很好。那么它的一个头部呢我觉得非常的紧啊，转动的时候呢，如果你真的不好转，你先把它给头抬出来之后再来做一个旋转啊，因为你平常这样转的话呢，后面这个造型会有点限制。龙头的部分，它的龙头跟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结合的啊，这个地方记得要把它给扣上去。两只龙形的腿从这个地方斜的放出来，好 OK。 翅膀在一个比较稍微偏下的位置，不过正常来说玩具设计起来好像就是在这个位置，你往上抬一下呢就会刚刚好啊，其实还挺漂亮的啊。胳膊的话呢有一个往前面，因为变形的时候有这个结构，所以你也可以往前面啊做个借位啊，这样呢就可以摆出一个啊捶胸的动作啊，给各位看一下啊。 OK， 因为双动关节可以做一个捶胸的动作啊。拳头当然是可以转动的了啊，二头肌可以转动，腰身转动没有问题啊，还可以往下面看一下。那脚前踢啊，这里一样多出了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关节。裙甲的话呢啊，侧边前面是一大片。那腿的话呢，这个地方外摆内收是有的，膝盖90度。脚踝的话呢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接地，而且它的脚后跟是可以单独折下来的，这个脚后跟可以单独折下来的话呢，你就可以多摆出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个动作。我自己觉得吧，它的可动性的话呢已经不算差，或者是说呢，这个是现在第三方玩具的话呢，啊，你至少应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可动了啊。那么整个人物也没有什么偷胶的状态。那我想我们还是把大部分的时间呢放在它的一个变形上面。那我们呢先把这个人形的拳头给收进去。它的变形的话呢，主要是分成上半身、下半身啊。那这个龙头的话呢，我们先把龙头这个地方啊锁扣给解开，可以先把这个部分的恐龙的头的话呢给拿出来啊，这个地方给扣上去啊，这里一样是咬合咬进去的，头先到这儿吧。那么呢把这个部件胸口给整个上半身给拆解开啊，先把腰身前后做一个翻转，这个前面这个地方翻转开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头拿起来整个掀起来之后呢，后面这里啊有一个灰跟红的这个部件，它是一个前后咬合的，这样子把它给推开，你是往后面推开之后，前面这里掰开，好，把整个都给解开来。解开来之后的话呢，第一个步骤先把这个两个部件折进来，再往回推进去。再来的话呢，我们做一个动作，我们把这个地方推出来，你把这个原本龙的脚藏在身体里头，我们把它在这个地方旋转180度，这个时候我们要把人的手呢给塞进去啊，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转一下，我们这个时候把人的手给塞进来，人的手塞进来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方向放进来。那这里要注意的就是，你把这个人的手的这个脚后面这个后面这一根要藏在这个板子的下方。OK， 这样子把它给放进来。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好，把它给放进来。那这里注意一下，这个人形的脚这样下来啊，它是中前面这一段，前面这一段啊，它是折这样子。OK， 看得出来吧？好，总而言之，我们再次的把它的人形上半身这样子了。OK， 人形的上半身把它给包回去，把它给包回去啊。那只是说，就是把龙的手跟人的手呢做一个体内体外的互换，这个时候再次的把它给包回来。包回来的时候啊，这里呢把它扣进去。我先说一下啊，这个地方这个卡进去这个东西啊，第一次变的时候呢，可以说是紧到一个国中生的紧度啊。很久没有讲这句话了，对不对？但今天一定要特别说一下，我变了第三次之后的话呢，它才整个松掉。我不知道现实中是不是国中生三次就会。我说打工三次手头就会松啊，我是不知道了啊。那保持这个状态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头这样子把头放上来。那你记得头这个地方不是有个缺口吗？那基本上这个头这个缺口跟这个人头后面这个部分你稍微去合一下，大概的去合一下。好了，到这吧，这个翅膀往上面一个双动关节就包覆上来啊，两侧一样把它给包覆上来。包上来之后的话呢，两侧呢就做一个简单的合并，先到这。好，这个手心往前放也无所谓啊，先到这里。这个它的一个前半部已经算好了，待会可能还会再有点爆开，无所谓啊，我们之后再调整就行了。那这个腿的变形这个样子啊，先把你看得到的呢都先把它给解开来。翻出来之后呢，最第一个吸引你目光一定是这个尾巴，尾巴它内部还有一段，把它给翻出来。然后呢是把它给推到这一侧。那这个这里呢再来做什么呢？把这一片给拆开来。这注意哦，这一片从这个地方这个锁扣把它给拆开来。拆开来之后，把这一片这里有个双动关节，它现在是往内压的。我们现在要把它从这里还有个卡扣松开之后，我们把它推到外侧去啊。这个时候是把它给推到外侧去，然后这一块把它给扣进去，再把它给按回来，懂吗？这一块把它给推到外侧，它有个内外。我忘记是哪一家的第三方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设计，我有点忘了。那这里有一个小片的部件，把它给折进来。那这个部件的话呢，也要做一个翻转，不过无所谓。我们先把它给转到外侧去，再这样包进来。这个部件包进来，你看这个小片的折进去之后，这里才能够做一个收纳。那这个地方的这一片怎么变呢？你把它顺着这个方向转进来，转进来之后转到这个方向。那这里唯一能推就是只能往内推，就包过来到这边。好，那这块部件就是要跟上面这里来做一个结合扣，这样子待会就是如此这般。然后呢等一下呢就是漫长的这些部件的结合。那这里的话你可以再检查一下，这里有一个这个地方，记得先把它给扣上去，不然后面的话呢你会非常非常的不好结合。那么连腿也顺便变，这边整个变完好了。这个腿翻出来之后，这里推出来，推出来之后的话呢，要把这里做一个旋转，再把这张给推出去。好 ，OK， 这个呢就是它的龙腿的人腿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另外一侧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变得稍微快一点，这样子推出来，推出来，这个部件转出来，我们把它给推过去，然后呢内外做一个翻转，这个时候先翻转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呢这一片部件从这个地方把它给解锁开来。为什么解锁不开？这里上下咬合哈，解锁开来。然后呢这片部件它本来是在内嘛，我们把它推到外侧去，你看推到外侧去，然后这片部件这里要记得扣上。好，推出去了啊。然后呢这个这里有一块部件记得把它给折进来。好，到这边，然后呢我们把它给这样子翻过来，对吧？你也可以这个时候先把它转好，这个地方折起来，这样子翻进去。好嘞，到这里就可以把它给做一个最后的包覆了啊。到这里，这个地方记得先把它给扣上。好了，最后就是把它给整个包上去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的话呢，第一次变的话呢肯定是要练习一下的啦，肯定是要练习一下的。那我的建议吧，是从最外侧这两个地方先扣。我真的是建议最外侧这两个地方先扣，然后呢上面这里按下去，
这里也是一样的。那推的过程呢，这里记得这一片不要让它爆开哦，不要让它爆开，不要让它爆开。好，这里推过来到这边，这里一样把它给咬合进去。好，扣进去啊。然后呢，中间的话呢就可以做一个捏合。那最后面最困难的口帽是下面这里，但是呢可能也还好了，没有说到非常的困难，就是上下两侧这样子把它给捏紧。这个要稍微手还是要稍微有一点点力气了啊，才能够玩得起啊。玩小比例玩具居然还要手有力气啊，这怎么回事啊？好啦，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款啊恐龙小队的雷龙，它的一个从机器人到一个恐龙形态的一个全变形过程了。在它的变形过程当中呢，其实多变几次之后，它的这个卡扣呢就会比较容易去扣进去，初次变的时候呢可能都还有一些需要磨合的，所以呢我在变到第三次之后呢，我就发现它的变形很流畅，当然不排除是因为我们熟练了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非常有重量感的一个恐龙形态，比一款官方的 Deluxe 等级呢还要再更大一些，重量感的话呢更加的均匀。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它先前推出的钢索啊，这个比例真的是非常的协调，也是很好看的啊。那可能已经有朋友注意到了啊，这个我的节目的话呢，原本趴在地上那个钢索我已经把它换成了是魔方的这个玩具啊，因为之前那个是拼装的啊，那个是酷变宝的一个系列，那个已经快要碎掉了啊。那这个我就经常把它给趴在后面，你就继续趴在后面吧啊。那这个趴在地上的话呢，讲到这个趴在地上，它也是有一个搞笑的一个配件，把这个头顶这一块拿掉啊，有一个自己需要稍微组合一下的一个配件啊，这个就是放上去之后呢，就是一个被应该是被大力神踩到之后的一个搞笑的一个样子啊，我们可以让它。这个也是一样啊，我们两款一样，一个被践踏到的感觉还是蛮挺好笑的啊，非常有喜感，对不对啊？这个配件也算是一个对于八六大电影里头一款，我都一直在想，你这是作画错误吗？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个这么好笑的一个画面啊？那里头的话呢，也有一个孔洞，应该是要有装备一个喷射的一个特效件的，但实际上它却没有附带给我们啊。那龙形下的话呢，我们就再看一些它的可动嘛啊，嘴巴啊张到这么大，脖子前后转没有问题，头上下抬，那这里没有转动啊，脚的话呢前后动，中间的话呢就没有关节啊，后肢的话多了一点的关节，那脚后跟啊什么的都是可以单独动的，那这个脚是比较容易去往旁边去推开，稍微有一点点小松弛，那尾巴不能动啊。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个龙形的弧形也是很漂亮的。那这款玩具的变形的时候呢，倒角处理可能稍微欠佳啊，所以在变形的时候我感觉我手稍微有点痛，不过变了几次之后的话呢，可能也摸得差不多啊，这个尼龙材质可能就是有这种特性吧啊，变到之后就一整个非常的流畅了啊。那么整体来说要是恐龙小队的话呢，我觉得是可能也就是收跟不全，全收跟全不收的差别。那对于我这样子比较喜欢恐龙小队的人来说，那这款收藏品的话呢，我会好好珍惜。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